一线的那些神仙配音，咱们超越妹妹的御姐音真是令人心动不已。你一句春不晚，我便到了真江南。他还是个配音鬼才。开门，快开门呐、啊！快还我爷爷，还我爷爷！妖精，好香、啊！还我爷爷，快还我爷爷！同样配安娜这个角色，张含韵和热巴演绎出了不一样的感觉。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Come on, let's go and play. I never see you anymore. Come out the door. It's like you've gone away.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 It doesn't have to be a snowman. Okay, bye.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? Or ride a bike around a horse?Wake up! Anna, go back to sleep. I just can't. The sky's awake, so I'm awake. So we have to play. Go play by yourself. 而张含韵为魔童配音的这段更是堪称经典。为何不死？我说过，你是我唯一的朋友。看来我的时间到了，你走吧。你就不怕我以后？你到底是不是灵珠？我一个魔丸都活得比你像个人样，你敢再松懈吗？我是妖族，出生那一刻，命就定了。放屁！别人的看法都是狗屁。你是谁？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。这是爹教我的道理。若命运不公，就和他斗到底。易烊千玺版的小王子俘获了多少芳心？我想要一只可以活很久很久的羊，这跟我想要的一模一样。你说这只羊会不会吃很多草？我住的地方什么东西都很小，没你说的那么小。看，它睡着了。它不是普通的玫瑰，它是在整个宇宙中唯一的一朵玫瑰，它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的。我会记得它，记得每个细节。它没有消失，只有用心去看，才能看得真切。